第三题，复合用氯化亚钴水溶液和硫酸铜水溶液在白纸上作画。他画了一朵花要送给璎珞，花瓣是用氯化亚钴水溶液画的，而枝叶是用硫酸铜水溶液画的，如右图。璎珞收到复合的画，觉得很好看，美中不足是她觉得湿湿的，因此她拿吹风机把画吹干，结果她发现图画的颜色烘干前后的变化。这是老师上课请同学要背的：有水氯化亚钴、无水氯化亚钴、有水硫酸铜、无水硫酸铜颜色。有水的氯化亚钴是粉红色，无水是蓝色，所以呢，吹干之前我们的花是红的，吹干之后呢，花是蓝的。那么硫酸铜，有水硫酸铜是蓝色，无水硫酸铜是白色，所以吹干之前我们的枝叶是蓝色的，吹干之后是白色的，因为画在白纸上，所以我们就看不清楚了。因此第三题我们的答案选择是 C，花瓣粉红变淡蓝，枝叶的蓝色不见了。